男性早晨刚睡醒，荷尔蒙最旺盛是这个时候吗？绝对是，每天早上都成果太多。喂。太多了，我会被黄标啊！请问上一次亲密行为是跟什么吗？直接遇上症候忧虑，记者激荡健康教育评量怕黄标，我会被黄标啊！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又来到了我们小记者大明星实习大明星的时间了，有请我的小帮手小漂亮凯凯来帮助我们的提示及线索。哦，这位大家都非常熟悉。是周瑜哦，不是于天大哥。然后呢，旁边有一个这个戒指，钻戒吧，这个目测应该有十克拉，两克拉，该不会于天大哥要再婚？不可能再婚吧？不可能再婚吧？那到底大明星会是谁呢？有于天大哥，又有钻戒，看来是有好消息要公布。猜到是谁了没？没关系，我们立刻来公布。就是我们的于翔全，于翔翔全全，还有朋友工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你现在也是人红喜是精神爽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准备两个关卡，但是我要来跟他先插个，我们的刑具在此，这三下，不可以。可我就是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。眼都没眨过，还是最好在跟柔柔玩这个。最近呢，宣布好消息要结婚了嘛？对，那我们就来帮你做一个这个健康教育的这个评量。如果你答对十题就可以过关，败的话我们待会就要接受惩罚。保险套可以重复清洗晒干，在下次使用吗？不行。好，一题，凡士林是油性材质，涂在保险套上能加强避孕的效果吗？不行。女性排卵期约落在距离上次月经来的13到15天后。对，答对。哎，你很厉害，三题耶。完了啊，不可以，我不要被打。你说什么很难？第四题，你的小弟弟骨折是指男性生殖器因外力撞击过大导致内部骨头断裂，是或错？错，不是骨折啊。对，它是骨头，因为它是海绵体。哎，你是因为有最近 有那个计划，所以才在不是，我就是想答本身啊。女性首次出现月经又叫做初潮，出经吧，初潮，所以答案是还是错？不对，不对，恭喜你答错了 ，yes。水性润滑液，请问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吃吗？可以。男性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时期，主要在年纪20到25岁是高峰期吗？回想一下，你20到25岁有没有就铁？错，20岁之前就已经很铁了。这题答对，因为但是你的解释是错的，因为最旺盛的时间点是在25到30。女性荷尔蒙又称为雌激素，主要由子宫来分泌。对或错？就对啊，答错了，是卵巢分泌。市面上的卫生棉条比卫生棉还要便宜，应该比较贵。所以答案是错。对啊，确定？确定。哎，真的有买过哎？买过，棉条比较贵啊。美国定为每年的5月是国际自慰月，不对，答案是对的。What? International DIY Festival， 大家一起说，哎 ，Come on，Masturbate，Everybody， 太多，我会被黄标啊！除了人类以外呢，蝙蝠跟金鱼也都有月经，哺乳类，错。男性其实也有更年期，又称为男性荷尔蒙低下症。错吧？男性有更年期，男性荷尔蒙又称为睾固酮，那女性体内也有睾固酮。有。药材当归有助于改善男性阳痿。对啊。不对，枸杞才能。黑巧克力比白巧克力更能舒缓女性月经疼痛。没错。女性月经来的时候，爱爱就不会怀孕了。错。男性早晨刚睡醒，荷尔蒙最旺盛是这个时候吗？绝对是，每天早上都成果太多。喂，之后尿尿，你会不会起床尿尿？不要，我不要，大家没有知道那么多，谢谢。早上起来刷刷牙，帮他晒客人家，纯摸奶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最后一题，请问上一次亲密行为？
行为是跟什么吗？废话，小编的陷阱题啦啊！我真的严重怀疑他很想要我被你打。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那你才要打准哦。擦酒精，擦酒精哦。结婚，我们还是要聊一下你最近的近况嘛，对不对？痛的，其实还蛮痛，但有点舒服。那妈妈那边还好吗？就是最近跟她被邻居有点自拍的。好像你有这个心念啊，对不对？我妈哎，我妈真的在那边滑你的留言，滑了大概一个小时哦。今天，你看，有一个什么？像姐妹，像姐弟，姐弟，哎呀你啊，那这真的太多，你看我就说吧，没错吧？那还有照片内容，你先传给我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下次，而且我看到他有给你那个钻戒是妈妈给的，那个钻是我姥姥，姥家的，每次客人来家寄宝，然后我姥姥运气很好，就是好命高长寿，所以我妈妈希望把这个游戏带给我，我有跟馆长讲。生两个女儿比较好，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啊，他生到哪去？他生到云上去，没有道理。不会啦，你要跟妈妈说，因为你有生我才算圆满。经历这段时间，大家都说云上面变得好成熟，好有担当，好帅，瘦很多瘦很多，大概有15公斤吧，十几有吗？哎，我有代言啊。代言什么？代言什么？瘦身的。代言瘦身的，哪一个部分的？全身？吃的吗？还可以选部分吗？有的，西部的呀，都有属性，还是属性要肿大，要肿大。虽然你有在健身瘦身，我也有，这个叫做想想有好腰力。那我们呢，就是来跟小记者 PK， 将计步器呢绑在腰上计时1分钟，看看谁的步数比较多，输的人要背一分钟哦，他被我发了一下，我要为我的屁股报仇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突然觉得一分钟很久，有这样快，真的，但是，哎，很累耶。谁？还没，还有20秒。我靠！怎么停了？怎么了？都幸福，剩下10秒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停。哎，我竟然只有54下，四下而已。哎，白吗？很烂呢。我没有动哦。好，你没有动，77。哎，怎么可能？狂虐啊，这被虐啊！来，小手手起上来。是，请主人好好教训一下。来，你趴，你要趴起来还是跪下来？这样子。不两下。哎，经纪人口味很重。打前面，打前面可以打一下就好吗？打一脚而已嘛。打吧，先去配，先去配。做 ending， 他这不是冷汗，暴汗，超痛，超痛。待一下哈，愿赌服输，愿赌服输。我刚打哪边？这边，这边。你刚打这边，那我换一边好吧？这边吧，打这边吧。好，好痛。准备好没？好可怕。我等下回到那种国中，然后考试分数没有到，然后被打。你能做 ending 吗？我。你现在，你帮我做 ending， 做 ending， 我决定把这个主持棒交给他。好了，我们在这边恭喜余翔全，然后呢，谢谢我们本周的大明星，大家也可以 follow 他的粉专，因为接下来有很多浪漫的讯息可以分布给分享给大家。他打了啥？小记者大明星，我们直击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